是有优势，勒德斯拉斯报价上来说还是太优势。崔铁辉这个后手啊，打得很准啊，从两手中间就灰色区域是哦，你看的这个精髓在他身上，都是非常强悍的，而且是跨级别的冠军啊，这个羽量他的。勒德斯拉斯迪维达佛顶膝。 连胜，但是这对，其实对我来说，我觉得你看这个，他有时候这样的还是消耗。可能会在面部挫折的时候，这个心理。低头啊，这个泰式选手的这个对手，我估计打一般的选手是没有问题的。你看勒德斯拉这种，这种摇。勒德斯拉这种经验，在整个人是保持着整个身体的酸。觉得这个勒德斯拉这个表情，好像是这个长就这样，是吧？这意思我不是很看得起你，对，对我。哦，你看这个摇闪。 全靠摇闪啊！哇，我天哪！这种绳连着，这种摇闪其实很危险，因为自己往。